源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中国武术，经历数千年的不断繁衍发展，形成了礼法兼备、内外兼修、文武并举的完整体系，在功绩上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同时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古文化的恒久魅力。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时期都涌现了大量的杰出的武林英豪，他们对于武术的普及和深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代武术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其中一大批优秀的武术家、武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继承、研究、教学、推广等方面成效卓著，是活跃在武术一线的中坚力量。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遗产，推动武术事业的进步，振奋民族精神，展现一代武林英杰的风采，1994年经国家体委批准，由国家体委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举办了中华武林百杰大型系列评选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武术界、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和强烈反响，涉及面广、层次深入，遍及全国各地。经各省各个渠道的广泛推荐，以群众投票和专家评委会评定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了包括十大武术名教授、十大武术名师、十大武术教练、十大五星系列在内的中华武林百杰，并于1995年在山东莱州举行了隆重的颁奖活动。武林百杰表彰大会现在开始。中华武林百杰系列人物的推出，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他们是当代武术人才的杰出代表，其历经数十年研究习练而取得的成果，正是当今武术体系中最为闪亮的部分。
为了更好地促进武术的研究和推广，展现中华武术精华，为广大演武习武者提供优秀的武术范本，由部分中华武林百杰系列评选活动当选者拍摄了本片，相信它必将对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太极拳是武术运动中太极拳的一种心理形式，功夫太极拳基本上是以姿势舒展大方的自然平正的牙式太极拳为主体，适当地配合了武士陈氏拳术的个别动作，所以选择到十二式穿边而行，拳脚动作精炼，幅度大，左右对称，能够有效的合理的锻炼身体的各个部位。注意事项：一，动作宜慢不宜快，要从慢上下功夫。二，练习是姿势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不要忽高忽慢忽低。练习时身体要保持中正安舒。第四，要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能收到锻炼效果的。最后，精神集中，意识集中，要持之以恒的练习。希望广大的国际国内的武术同仁爱好者，咱们共同来研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武术，使它发扬光大，成为人民生活中间不可缺少的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
管哪一个传统流派，它的理论基础是从易经的阴与阳之的矛盾来为基础的，内与外的问题，对吧？内与外，比方说我们打这个拳，光有外在的这个形体动作不行，必须有内在的东西啊，精气神的合一了啊，内外合一的问题，上与下的合一问题，这个都是一对阴阳矛盾产生的。武术的美应该是勇健啊，勇健或者这个雄壮作为它的美学的基础。比方说我们散打当中讲这个以气为主，所谓以气为主呢，就是说你的意志首先是占第一位的，你敢不敢打啊？你本事再大，看见对方一这个你不敢打，那你气数没法发挥了。书法讲究第一个就讲究这个字体的运称性，那么我们武术呢也讲这个，这形体首先一条就是要讲运称啊，形体动作的运称。比如说我们一个马步架打啊，马步架打，这个马步架打这一个中心啊在这里，你如果说这一个上架的这个手啪拉开了，而且撑得很厉害，这就有点过分，就不运称了，是吧？那么我们所有的动作呢都是讲究，首先一个就是形体的运称，就是动作四肢的这个架势的运称性。第二呢讲究这个一种内劲儿，求劲了，这个力量呢不光是这一冲拳打出去有力，而且是这一伸掌放这个地方你就得看出它有力量。那么中国的这个套路运动当中呢，它所有的架势都是从人体的五个线条组成的，一躯干，两指，两上指，两下指啊，两上指，两下指，就是一条线，两条线，三四五条线，有五条线，不管你什么动作也好，什么姿势也好，都是五条线组成。这五条线要求你每一条线都有一定的力度，没有力度，这一个动作就认为不够质量，这一个架子也不够质量。那么这个东西从什么地方看呢？比方说我这一伸掌啊，一伸掌，我们这个武术讲究这个掌啊，不伸张如蛙龙，对吧？沉肩，对吧？这个手指头要往后张，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肌肉呢，那有力度了。如果我手是这样的，松的，哎，这样一来，这一沉肩，我们这条线是有力度的。我们的弓箭步，弓步。这个弓步为什么要扣脚尖？这一扣，啊，脚跟往下一踩，我这条腿有一定的力度在里头。如果我这个脚尖是外开的，我这条腿是松的，散了，对吧？怎么看下肢的力度？要看这里，身体的这条线的力度。那么各个拳法不一样，比方说太极拳，啊。沉肩坠肘，含胸八背，虚灵顶劲儿。比方说我这个虚灵顶劲儿要这样顶啊，这样顶着。如果说我这样，你们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就是松了。这样我过分做，我做的过分点就是这样的，这叫显示有力度的。如果我这样没有力度。所以太极拳并不是说讲究很放松，而且它是绵里裹针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但是我练的时候呢，给人家看起来好像是放松一样，实际上它的这五条线都有一种囚禁在里头。所以这个呢就叫一般讲究内劲了。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踢打摔拿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讲呢，比方说拿，一般是讲反关节了，这个必须你要晓得人体的啊，这个各个关节，对吧？经络，这个要知道。另外讲这个巧劲儿，
并不是硬拼硬。硬拼硬，比方说对方是一个强手，啊，力量比我大，我就没办法摔他，对吧？啊，讲要巧，还讲呢，就是要顺其势，啊，因为我们中国摔跤，摔跤当中的那很多28个绊儿，那都是讲究很顺的。武术顾名思义，攻防技术，啊，讲攻防的技术，这个是武术的最本质的核心。它本质特点就要讲攻防，否则不叫武术。我们的祖先在这发展这个武术过程当中，为了更好的传授，啊，传授技术它本来有单个技术，有组合技术，为了更好的继承传授，把它继承下来，传授下去，它是一种形式，它用套路形式为载体。给他传下来，哎，套路练完了以后呢，我过去了，练了以后，老师又给你测散，啊，就经过实战训练，然后就给你提出来，提炼出来以后，培养你实战能力。三手用嘛，就是顾名思义，他测散的用，手不是这个手而言，手是在，你如果讲啊，这手不错，那手是讲的招法，
就把他造法出开外给你训练，通过这个对抗性质训练，然后提高你的实用技术能力。啊，他是这么一个项目讲，他传几个传统的项目呢，我经过三年多的挖掘，都是这么一个程序，先基本功训练，盘套，然后拆散利用。但是我的看法，作为一个武术的个专业人才，啊，像我这个对自己来说，我都强调是也大连结合，啊，我当年在新西兰开始试点的时候，我亲自跟学生在一起练习打，啊，过去我这一次课打，我想一次打七八个人，轮流打，特别我对一个专项的话，应该是能打能练，再加上理论上能说，你说是这个道道，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人是练武术，比比划划的。不知其所以然，啊，他一学啊，篮球围，篮球围什么意思啊？就是哦，篮球围是这样，啊，篮球围是这样，哦，他就不知道哦，棚是一个招是一个劲儿，哦，驴是一个什么方法是什么劲儿，不知其所以然，啊，不知其所以然，就是没有讲那个法了，啊，所以呢，我认为这是现在学的很多特技，就是说特技丢了都没有武术的本质东西的掌握，练武术的话要抓住它这个五大要素。我作为五大要素的话，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一个是法，一个是势，一个是劲儿，啊，一个是运，一个是神。
那为什么叫南拳？为什么不叫北拳？那为什么叫南拳北腿？所以他就肯定是他有的共性。所以我给他概括起来，南拳之所以叫南拳，他突出一个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就是要求步法、步的方法和这个步的形状来说，他要求体现一个稳扎稳打，是这个稳，那个上步如扎马嘛，就稳如铁塔，坐如山嘛，他突出了一个步行的稳固。所以一上步的时候，他就讲的啪，他就突出这个这么一个上步，一开步一个啪，主要拐步也是一个特点。既要有往下沉的力，还有往外这个搓的力。所以呢，不光是讲他的这么踏步，就是显得没有力了。所以他的步伐的沉实稳固啊，这他说给人家感觉呢，通俗一点，就笨不拉几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他拳种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的方法比较丰富，所以我们在长拳里面拳掌勾啊，这个比较突出，比较重点。现在在南拳里面，既然包括了你的拳掌勾，还有他这个他的巧法，巧法所谓巧法就是臂的运行啊，用臂的方法来进攻或者防守，这就是巧法。还有指法，就是单指、双指，还有这个双指，还有这个爪法。就是这个叫虎爪，还有鹰爪，还有龙爪，那么是这个方法。所以他这个方法就很突出，很丰富。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他这个要求南拳的发力很突出。虽然你长拳也讲南拳，长拳也要劲力充足，可是南拳的发力有几个，一个是突出他这个根节起，这个传一中，打一烧。这突出，你比如我做一个这个弓步变马步冲拳啊，你比如说他凡是他这个弓步冲拳做一个动作，他必须经过半马步以后，然后这个腿的蹬转，是吧？这一扣，他就突出了这个下肢发力从根节起，这搭一这个中节，然后顺一中节搭一稍节，那么这是一个。如果简单的一个冲拳也是一样，他要做这个腰的力量。腰的力是的很突出，所以南拳里面这个劲力呢，这个和其他拳种里面呢要求是一个显然不同的，就是突出根节起，中节随，搭一稍。第四个呢，就是从那个发声呼喝，就是用以声以气吹力，以声助威，以声这个助形象，这都是突出一个很重要特点。所以我们在南拳里面呢，就是所以这练习的人呢，一般来说都是要求这个上肢啊比较发达，肌肉比较隆起，突出他这个阳刚之气这么一个特色。那么长拳他就要求比较舒展，比较潇洒。从南拳练习的时候，这个意思当中，他和长拳也不同。你们练习长拳，好像在那个海的边上，好像意思很开阔啊，这个是很放得很开，很舒展这么一个特点。可是南拳呢，它就比较从意念来说比较近，比较守，好像在深山峡谷这练南拳，它就老是在这种内守的状态。
那个发力是代表陈氏太极拳阳刚的一面，所以要想练好这个刚劲，那就首先要有那种柔劲。因为拳论讲柔久刚自在其中，这个柔和刚都是陈氏太极拳的精华部分。太极拳除了拳打脚踢以外，他还讲肩肘胯靠，周身无处不是拳。你要周身不能协调，不能柔和到一定相随的程度，他不可能会达到周身每个部位都可以发力。所以说要想练到这个发力，那就是一个是松，一个是把那些去突破这种去僵求柔，第三个那就必须有充实的嫩气，这样才能练好发力。发力而不是光纯粹的局部发力，这个发力动作全部都是周身一体的劲，就从下边从根到腰一直松到拳上。你好比这个双冲拳，你要光手臂这样发它是空的，所以用周身完整的劲，这种弹抖劲。然后你看后绷劲用肩，往这边对啊，这些劲儿，全部都是靠裆和腰的弹抖力来发的。所以他用你看左肩靠，用肩，要用这个胸腰折叠。陈氏太极拳的风格特点叫刚柔相济，快慢相间，松火弹抖，所以它都体现在这种爆发力上。爆发力能发好，那这柔劲也得有，那虚劲就为柔，发劲就为刚，所以这个刚柔是分不开的。